刚买的二手的245料铁头，你看它的发热其实是 GBC 的，前面是自己做的，41块钱，咱们装上去看一下啊。开机，通电，看一下功率，90瓦。它这个上温速度，因为头太大了啊，不可能说3秒钟、5秒钟达到，比如说280度，咱们设定这个，那是不可能的。这个速度也够快了。你看现在就可以化锡了，230度化锡是没问题的。看，因为正电原子夹它只有4种烙铁头，大刀头、小刀头、尖头、尖弯头，就4种。这个大马蹄呢，这是7.5毫米的啊，这个焊大的焊点的话，用这个好用。这个 T80 和 T80P 对应市面上的210烙铁头和245烙铁头是通用的，做精细焊接的话可以选择 T80， 普通焊接可以选择 T80P。双十一的价格还是很优惠的啊，有需要的可以到橱窗里瞅一瞅看一看。